顶圆谁按了点赞？哇，我呀我。大家好，嘿，吉尼达吉尼，今天呢，加加拿分老 K 来一起玩闹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老 K 把这不可思议的箱子打开看了，吉尼也第一次看，朋友们也是第一次吧。好，看这里的话，一共18个惊喜盒子在里面。接下来看下面装饰系列第一，还有这里写着秘密的首饰箱子哟。首先把包装打开哟。首饰箱子的话是从这里面出来，漂亮首饰的意思吗？哦，一个爱心模样的钥匙在里面呢。我觉得非常神奇的部分是前面有门，旁边也有门，门钥匙门。不过看这里的话，这是爱心模样的钥匙孔，孔的模样不一样吧。但是现在吉尼拿的只有一个钥匙，那么怎么打开这些全部呢？嗯，这里有爱心，插进去，按下去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转呢？哦，转吧，打开，哇，让我打开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装饰品，装饰品在里面。第一个箱子里面出来了帽子和仙人掌模样的装饰品，然后关掉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打开呢？朋友们完全不知道吧？不是把这个打开吗？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反方向转才可以打开了吗？妈妈帮我找医生，谁来帮帮我吧，妈妈。怎么能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笨笨哦，我好伤心。哇，知道了，大赞，棒棒棒，好棒！钥匙！天哪，真的好神奇哦！吉尼抽出了装饰品，装饰品就是看里面，像钥匙孔一样这样出来了。朋友们，把它按下去，转向。哇！哦！好，那么这里面呢，有这样精心包装的两个包装品在里面，好像都包装两个了哦。好，所以请你来抽出第二个是芭蕾鞋子。好，下一个是热狗油，然后又把热狗推开的话，这样出来钥匙。找一找跟这个合适的钥匙孔，插入转吧。哇，好开心。所以呢，手链到底在哪儿？只会一直出来装饰品吗？到底在哪儿？大象。好，从吉尼抽出的第三个箱子里面出来了蝴蝶和大象，然后把蝴蝶推出去的话，这样又出来了吧，一推。好，第四个啊，那么这上面的门呢，好像最后才可以开，有把底下全部打开。哦，这里只有一个里面这样模样的，朋友们只要把这个打开。哇，什么呀？看得到吗？朋友们，非常小的钥匙在里面呢。最后呢，请你来把这个打开。哇，没错，终于找到了。好，接下来给朋友们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吧。好，前面，后面，但是呢，果然随机抽的，朋友们乐趣在哪儿呢？没错，是罕见的哟，而且还有什么罕见呢？超级罕见，是的，这里也有超级罕见的。看这里的话，看这里的话呢，这样有超级罕见的装饰品呢。超级罕见的装饰品呢，都切成两半的装饰品啊。最后这边的袋子里手链呢，装在这里面呢。看起来手腕很粗吧？朋友们，原来项链和手链当中随机出来的哦，果然吉尼的脖子很艰辛。好，那样的哈，吉尼把到现在抽出的装饰品全部都挂在这里看看喽。
你来把漂亮的装饰品都挂好了，现在直接戴在进你的脖子上喽。项链其实是别人要帮我戴的。吉尼自己再戴是吧？这样的话，吉尼的项链完成了哟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有声音吗？叮铃当啷，我们朋友们做 jump jump 的话呢？这样出来声音。好，那么第二个也直接打开了。好，第二个钥匙是蓝色的钥匙哟，朋友们，刚才那是绿色。啊，这也是爱心哦。感觉只有颜色不一样，前面的这个爱心模样是一样的。啊哈！直到吉尼抽出焊件的那天为止，要努力打开楼。Check！ 把最后的门打开的话，手链出来。手链，哦，手链，哦，什么呀？啊，焊件的，看来是焊件的，闪光片哦，朋友们，是焊件的，有焊件的。但是这是什么模样呢？吉尼抽出了这个，朋友们，宝石盒出来了，朋友们，哇！还有这次呢，不是项链链子，而是手链链子。这样，抽出的装饰品都可以放进去哦。就这样放进里面保管，再打开也可以吧。好，那么手链是第一次抽出的，所以吉尼来直接挂装饰品，然后戴在手腕上。吉尼觉得不用都挂这么多的装饰品。朋友们，抽出的这些装饰品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几个挂上去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样挂了一个，还有焊件的，所以不能不挂吧，焊件的中间。接下来这些当中，吉尼要把这个挂起来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吉尼挂了三个装饰品，完成了手链哦，在手腕上戴戴看哦。不知道是什么，朋友们看一下。我先生，我先生，帮帮我摇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叮铃当啷，叮铃当啷，就这样漂亮的装饰品看得到吧？这样一来，看起来精细的女人一样。不好意思。好，这样吉尼来制作手链和项链楼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三个，拜托超级焊件。好，出来了，好像刚刚看过的热狗。不是的，还有王冠呢，王冠。不过热狗。啊，想了想看，把这些全部打开完才能知道里面有没有超级焊件呢，是吧？哦，这次呢？这次呢，出来了非常特别的动物楼，金眼儿。Unakin， 好，用钥匙。最好的是，啊，首先，焊件和超级焊件是没有的。发现了非常特别的部分，朋友们，吉尼刚才抽出的手链是银色，不过不但有银色的链子，而且有金色和银色，有两种颜色的。好，你们再见哦。接下来第四个，哦，想起来非常好的主意，用这个打开是不是可以？可以吗？哇！无论怎样，焊件的超级焊件都是装在这里的，所以这个不需要的。哎呦，这个完全不需要，打开那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，朋友们？哇，好聪明，哇，好聪明。然后呢？哇，出来了，大赞！哇，这是爱心模样分成两半的，朋友们，怎么会按照我说的一样出来了？天哪！好，所以吉尼来抽出的是这两个可以合起来的，这样，这样，分开的话，装饰品可以分开。那么这个可以跟朋友做友情手链哦，一起你一个我一个，见面的话就一个，名字是爱心，爱心 ，BFF， 哇，真是跟朋友分享的哦，哇，出来了，超级焊件，朋友们，有人想要跟吉尼分享吗？家里不可能会有的。好，所以
往金色手链和银色手链上，只挂上刚抽出的超级焊接装饰品哦，请你来一个一个挂上去喽。呜、哦，漂亮漂亮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哇、哦，好了，有请手链，好好看哦，真叮铃当啷。所以把这两条手链连接的话，哇 ，unbelievable。好，那么请你下次会带更有趣的视频一起回来，拜拜。